各位好，你们好。今天你们来到这里，真是有福气。上帝恩待我们，赐给我们机会，启发我们圣心的生命。今天就在讲生养众多。我知道喜欢生养众多的人呢，古代的人很喜欢。但是现在呢，也要想清楚啊。今天我们来搞生养众多，他们英文呢只有两个字 fruitful， 其实是果树结种子 multiply 就遍满传递，所以我把它我们中国人翻译生养众多遍满传递。我常常说我们信耶稣是讲道理，讲道还要讲理，理就是圣经的真理，道是圣经的真理，然后理呢是普通常识，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思想 common sense， 还有现实 reality， 还有 Bible truth， 圣经记载。我常常喜欢说白纸黑字，全世界没有人能够说我不知道。特别在美国，每一个家通常呢都有一两本，甚至好像我家有好多本，我办公室有30本，而且有不同的翻译。我们看自己生活的周围，人的儿女长大结果如何，走向哪里啊？大家想清楚啊，要搞清楚，非常要紧。生孩子很高兴，很多人就是，特别是第一个孩子，要庆祝，要摆设筵席，还有一个月、一年，什么，他有各种的非常高兴的庆祝。但是呢，没有人想到这个孩子长大了会怎么样，成为社会的负担还是成为社会的福气，就两头。有些呢没有负担，负担跟益处差不多平衡。有些人呢负担太多了，好像现在如果有一个人被抓判他坐牢一年，政府最少要花15万块美元，就看着他煮饭给他吃，给他洗衣服，看着他用监牢等等，我10几万，成为长大了成为社会的负担，还是成为社会的福气？啊，没有人去考虑这里，也不要紧，这只是几十年、100年过去了，上天堂下地狱那是永远。所以你生一个孩子下来，看着他一步一步的，人就是现实，没有人能够否认，也没有人不接受。我们人现实上生下来就在等死。等到有一天要死，我也在那，有一天会死。一生下来就只有一条路，等死，不好听，看见吧？但是现实，小云有没有人反对？一生下来就等到有一天他会死，也不要紧，100年、150、250、500，给他500年，也是要死。问题死了永远在哪里？在天堂，在地狱。有多少人生孩子下来会想这个？有多少人关心？凡我常常听到有人要问这个问题，我这个亲爱的某人死掉了，他没有
在基督的教会里面信耶稣，我常常提的马可福音16:15-16，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向万民传福音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。你要信，信是肉体活着的时候才能够做的，死人没有办法信，十年以后他不能信。倒是有一些人，雅各书里面有告诉我们17-19，信耶稣没有好行为是没有用的。还有你信耶稣，但是你不遵循圣经的真理，你会很战惊。所以第二章十九节也说，魔鬼也信。魔鬼不单是信，他知道，魔鬼他知道，他反对信耶稣，他有过人不信耶稣，他要下地狱，也知道下地狱很可怕，所以他信耶稣，战惊，又战惊惧怕，这是19。然后到了2:26，雅各书说，信心没有好行为是死的，就等于不信。OK， 你不信，信而受洗必然得救，不信必被定罪。什么时候定罪？什么时候审判？很多时候常常有人说，我陈某人讲道成了审判人，这样讲的人都要下地狱。我胆敢这样说，因为他误会我，他加我莫须有的罪名。耶稣也说，这是约翰福音12:47-48，上帝恩待我，我这个头脑记得圣经的经文。那你说什么？OK， 耶稣说，我来这个世界，我不审判世界。那你就哎，停止，不要再说了。耶稣不审判世界，全世界都得救了，犯什么罪都没问题，因为耶稣不审判你。下面那一节他们都不要了，但是圣经呢，他没有完，一直到启示录才完的。下面48，你知道说什么？耶稣说，我传的道，我传耶稣传的道，要审判他，不是我审判，是我传的道审判他。神的道怎么样审判人呢？信而受洗必然得救，判你得救了，不信就够了，不需要。不信不喜不参加不什么，没有任何不了，你就不信就够了，就必被定罪。谁定他的罪？你活着的时候有没有信耶稣？没有，必被定罪。这谁定他的罪？不是我，我也没有资格。虽然我清楚启示录20:6，我都有经文的。上个礼拜我很高兴，鲍尔把我的讲的一放上去，立刻我2-3个小时以后，我也发现了，他放上网上，立刻有8个人看。但是过了几天还是8个人，没有其他人看了，可能这里有2-3个人这里，没有问题。全世界有8个人也不错 ，OK。连我那就应该有9个人现在，因为我也看了嘛。总而言之呢，我讲的是圣经的真理。如果你觉得你受了审判，是圣经审判你，是主的道审判你，不是我审判你，所以千万不要说
我承认审判所的罪，我没有资格。我刚才说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，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，还有马太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，刚才我的经文都很清楚，马太到启示录，新约圣经同一本，新约圣经最后那一本，二十章第六节，还有马太二十八章最后那几节，二十八章的最后，十八到二十也是最后，最后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基督的教会里面的，连张弟兄，我们这里所有的姐妹也是，与基督同作王一千年。我们是与基督一同作王，有没有资格审判？按理说了，王帝有没有资格审判？照圣经来说呢，我们做王帝也不需要审判。我们怎么做王帝呢？宣布通告，告诉他们王的旨意，好像我们中国人的巡抚 OK， 有尚风宝剑，先斩后奏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是讲圣经的真理，通告天父的旨意。所以你要说审判也可以，因为我们传道是与神基督一起做王一千年。我们怎么做完？宣布圣旨，圣经里面的真理，你信受洗悔改受洗得救，你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，你就有永生。这是谁的话？耶稣的话。还有白纸黑字，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节，而我都有圣经经节给你自己去考去考察。我宣告的是圣经的真理，所以你不喜欢听，你是不喜欢听神的话，不是我。我常常讲了好多次了，你离开这个教会是离开耶稣，是离开基督，是离开圣经真理，不是离开我。我是谁 OK 没有关系，你喜欢好，你不喜欢也好，但是神的话你喜欢不喜欢也必须照行。这里我说99%走向地狱，我本来是把它改掉了，但是后来我觉得我欢迎全世界任何人给我变。现在全世界生下的孩子99%走向地狱。当然我讲了好久，我希望我的是错，但是我放眼看全世界，整个欧洲可能你找不到几百个信耶稣。你要记得我算过，0.1%，就是0.001，0.001乘100万，有1000。我们有800万，有没有8000信耶稣的？你找不到我单方面，你找到我请你吃龙虾。小姨娘不要怕，9.9元，新开那里香葱炒龙虾只能够有一次，第二次要15元 OK， 所以我可以请你吃龙虾 OK。 那么你生下的孩子99%他要下地狱，你一心活人，你忍心吗？忍心你就生啊，生99个、100个，然后里面还有可能有1个上天堂，其他99个下地狱，你忍心吗？
我就觉得凡是人都应该不忍心。我的名因无知事，这里翻译的不大对，它英文是什么 lack of knowledge， lack 不是 know， 缺乏知识，传天下，传欧洲，传纽约，缺乏圣经的知识。在我们全世界中国人里面，最少有10亿到14、15千百万的人口里面，在中国有没有几千万人挂壶里面信耶稣，叫做基督教、天主教？全中国里面，全世界中国人信耶稣里面99%也下地狱。怎么说呢？你可以传天下，可以自己考验检查。约翰3:16，他们可以讲得非常好听，讲得非常有力，听的人也非常多，很出名。但是约翰福音3:16，全天下中国人信耶稣上过一年都会背，他们都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那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做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全天下中国人都是这样背。最近很稀奇，有一个非常热心，他常常有圣灵光照，很喜爱读圣经。他甚至说他有圣灵光照，我们礼拜四读圣经的人看见他了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你信耶稣这么多年，这么热心，也在教会里面参加教导工作，你常常说你有圣灵光照，但是我告诉你，约翰3:16，你背错，圣灵没有光照你，但是圣灵光照我，我知道这一节前面应该有因为神爱世人，有因为两个字，他没有翻译出来，英文就有。但是呢，这个仁兄呢非常聪明，他说请你把英文圣经点出来给我看，我不会英文，但是呢我会用手机拍一个照片这些圣经，然后上 Google 查，所以我就查开英文圣经，点着了这一行，还拍一个照片。哇，小鱼啊，好快啊！他立刻查出来，Google 里面翻译是“因为神爱世人”。我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圣灵光照不信耶稣人，翻译出来了。他翻译‘因为神爱世人’，你有圣灵光照，你没有看见。” OK。上帝恩典，他们有圣灵光照撒谎，如果有圣灵光照，圣灵光照不信耶稣人，不光照他信这么多年的人，所以我说你要下地狱，因为你最简单的圣经你都背错，你一定不得救，得救人一定会知道的。你问我们这里众弟兄姐妹，他们都知道。为什么他们知道？我告诉他们，我从来没有用圣灵光照，我用天父的怜悯叫我发现。天父的怜悯
叫你在这里听见。所以你在这里应该很高兴，很感谢神的恩典。你现在看作信耶稣，你自己信耶稣，看作儿子下地狱，你有什么感觉？你要生多一点吗？遍满地狱，每一个地方都有很多你的子孙吗？不好听，但是呢，这是现实。缺乏知识，传天下最简单最流行的约翰三十六节，你说可不可怜？我就觉得非常可怜。这一项就足够证明99走向灭亡。看翻译英文圣经的，靠这些经文信耶稣。所以我讲了好久了，没有人愿意听。哎呦，我搞错，这我错，我认错。这里就好多人在这里听了，就想要张弟兄一个，嘿，我在这里啊！你知道我什么意思呢？OK， 有一个牧师一个礼拜700万人听他讲道，使你不再给我做祭司，你既忘了神的律法，我也忘记你的儿女。祭司越发增多，就越发得罪我，我必使他们荣耀变为羞辱，他们赐我名的罪，满心愿我名犯罪。为什么我的名犯罪，他们就发财？怎么发财？因为他们撒谎安慰他们，那你的爱人某人死掉了，还会得救？我给他祷告就行了。这天主教发明的，天主教发明的。你奉献100万、200万，你家里有多少钱？奉献1/10，你有1000万，奉献100万，你有10000000，奉献10000000就够了。我为你祷告，我们祭司为你祷告。叫他，这佛教也有啊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佛教是不是有一个超度啊？叫超度，就从地狱把他带出来。OK， 哎，他们有啊。但是圣经里面说是什么？信我受洗必然得救，活着信我，在我里面有永生。将来民如何，祭司必如何，我因他们所行的惩罚他们。有人要变，99的人会下地狱吗？在这种情况下，身染众多，于心何忍？第三啊，问自己就行。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，对。127篇第三节。他们都正在坐在你旁边吗？现在我忽然间想到，这里最有福气的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张弟兄、何小云，还有谁啊？不要漏掉啊！全家都在教会里面，何小云全家也在教会啊，对不对？是这样说，一些在那边，一些在同一个教会。OK， 那你的孩子呢？在哪里？你的儿子在哪里 ？OK， 我不再讲了，很难听，现实。他们今天不吃主的肉，不喝耶稣的血，不在基督教里面敬拜神。走向哪里？教养孩童找当走的路，到老不偏离。你正这样做吗？若你这样做，你的孩子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敬拜神，你放心，拍拍胸膛，感谢神的恩典，我可以生养众多。儿女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因为这是正义的事。现在我翻译的准确了。就是因为我翻译的准确，你亲眼看见有人离开了，
因为不听从父母的，特别是我们基督教会的父母，不在主里不听从父母的是不义，听从父母是正义，不听从父母就是不义。不义的人都什么下地狱。你有没有想到你的孩子不在这里，不跟你一起在同一个教会里面，他们会下地狱？有没有想？没有了，不要想了，太伤心了，不能想。但你知道我讲的是现实，你忍心吗？生多几个，魔鬼会很高兴，因为他的国度里面多了好多人口。你亲眼看见，因为神的真道，结果传家离开基督的教会，离开圣经的真理，你亲眼看见了。那千万要小心，不要有人又用我这句话说我在暗指谁，而你自己去搞，你向上帝负责。我的责任是把真理告诉你，把现实点给你看。我的是普通常识，现实发生，圣经真理，记得三步：普通常识，实在的事情发生，圣经真理。庆祝他们生养众多，记得我一辈子传道的习惯，普通常识，现实，圣经真理，60年都是这样，所以很少很少人能够跟我辩，因为我要点出来，这是现实，你自己看，这是圣经真理，白纸黑字，你自己看。第四了，旧约有三个地方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上帝恩待我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发现的。我，所以我常常，我不是偏爱小羊 ，OK， 小羊 ，OK， 他非常可爱，他也非常幸福。哦，这里还有一家在这边，对不起啊，向你道歉，这里有一家，张弟兄啊，记得这里有一家三口在这里。你可以生产众多，越多越好。你可以以诺一、以诺二、以诺三，你也可以 N 加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 ，OK 啊。就有三处地方，创造人的时候，对亚当夏娃，下一句记得，这是我圣经找不到这一句，是我能够理解当时世界。没有恶人的时候，那时候恶人还没有生出来啊，记得吗？哎，大家记清楚，神叫他生养众多的时候还没有恶人生出来，恶人还没有出生， OK， 周围全世界没有恶人，生养众多，嘿，上来恩待我这个头脑啊。小云要笑笑的，假装有，真是好，我醒悟，全天下没有是坏蛋，生养众多，我的孩子到处乱跑，没有野兽咬他，没有恶人害他，生养众多，放心。我讲现实，现在在女儿这里，天黑了，你要小心你的孩子在什么地方。神杀掉所有不敬虔的人，那个时候挪亚的时代很清楚，神是慈爱的啊，他一听清楚啊，大家听清楚啊，神是慈爱的，神也试过全世界所有不敬虔的人都要死，完全杀光，圣经记载的创世纪第五章开始，一直到第九章，全世界坏蛋完全死掉了，生养众多。哈，我这个传道的胆敢做这个，我
张弟兄，现实第一次全世界没有坏蛋的时候，第二次全世界所有坏蛋我都死掉了，生养这么多白纸黑字啊，精彩在这里。第三次最精彩，那两次不够精彩，第三次精彩。天父拣选的人雅各，天父拣选的人在什么地方？在这里，基督教会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在这里人你可以生养众多，因为你有机会教养你的孩子得到救恩。那这里有把圣经抄出来给他们自己去研究了。是的，所有基督的教会忠心信主的人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全天下都是我们基督教会的人，这个天下没有战争，晚上睡觉不需要关门，汽车什么地方停不需要锁，没有人偷东西。50多年前我也住过这个地方，叫做 Abilene, Texas。 我们两个后来有三个孩子，他们玩具都不晚上都不要收进房子里，汽车到处停也没有人偷的，这种环境之下生养众多没有问题。但是现在在纽约这里 OK， 总而言之，雅各的时候蒙拣选的人，现实圣经真理摆在我面前，你的儿子与你一起在一个教会里面吗？今天是最好的机会了。想象一下，你的儿子是不是虽然不在这里，他在其他地方，其他地方今天也是礼拜天，他们有没有在那里的基督教会敬拜神？你的女儿与你同这个教会吗？你同一层楼里面，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吗？你同一段街一条街里面，上了恩待我们这个教会。40多年前，在怀斯顿有一条街，很短的街，大概是20几个家庭，里面就有5家来我们这里的。那个时候教会的人多很多，一条街啊，很短的街，那条街只有20几家，里面有5家来我们这里参加聚会的。朱立秋，那个时候你不在这里，你会很高兴，一条街5家来这里。哇，张弟兄，你那条街5家来就好了，每条街都有5家就好了，就可能可以生养多一点，但也不能众多，你照顾不来。多少个住在同一区域，跟你一起在同一个教会，发生300万的人，多少人跟你在同一个教会？纽约800万，多少人跟你在一个教会？那你还要变99下地狱吗？你不能变的，你可以住过去查。第八，同一个教会是什么教会？全天下知道，不管他信耶稣多少，凡是有一点学问、有一点教育的人，都知道基督的教会，同一个教会是讲基督的教会。而且不单只是名字对了，内容也对，里面的教导也对。这里有8点可以分辨，
教会的名称，唱歌赞美神，有没有乐器？手煮的晚餐，是不是每个礼拜？有很多人取巧，一个月一次，三个月一次，四个月一次，一年一次。圣经是说，七日第一日，他们就聚会摆饼。有人要变奉献，有每逢七日第一日，所以有时候有人坚持奉献不能收，只能够放一个盒子，记得就放下，不记得就放，就不放。我们试过，但是我发现连我自己在内，有时匆匆忙忙事情太多，都忘记支票，忘记带来。但是你奉献是敬拜神的一个项目，明白吗？要记得是敬拜的一个项目，所以必须要做的，不然你不完成。但有时候忙起来忘记，我练着是忘记，所以有很多时候，有时候也不是很多。OK， 我大概写一张纸，代表我们的支票，明白吗？放在奉献袋里面。他们说他们的教会40多个人，没有人会忘记。我说真是好，每一个人敬拜，每一个人去那里教会敬拜神的人都一定记得奉献，我不会那边很好。但是我们这里不行，连我自己也有时候会忘记，所以我们收奉献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我们聚会其中一个项目去奉，每逢七日第一日。 OK， 那是哥林多前书16章第1、2节。那么手上上呢，只是说七日第一日聚会摆饼，没有每逢，他们就搞一个没有每逢。那我就问他，每个月有多少个七日第一日？4个，第一个礼拜是七日第一日，第二个礼拜是不是呢？也是嘛。 OK， 水的洗礼目的洗清罪，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，这一点他们也没有人知道的，怎么可能？在我们这里很简单，你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就行了。基督的教会，我们的生命藏在基督里面，基督与神原为一。提多书3章10到11节，绝对不能有宗派的教会。宗派的教会是什么？再听你一次啊！宗派教会是头脑有病，思想颠倒，犯了罪，定了自己的罪。罗马书16章17节，你要保持离开宗派的人，不是去叫他来参加你的活动，保持离开他们。这是罗马书16章17节。用按8章30节的全世界考倒了这一节，没有人知道，没有一本英文圣经，中文圣经不要说了，没有一本英文圣经翻译对的，所以这个考倒全世界了，99.9%不明白。那么回去，我们刚才活西亚书4章第6节，缺乏知识从嘛灭亡，就遇见旧约圣经，他就要灭亡了。全世界没有一本英文圣经翻译对这些圣经，99%，在他们来说是100%，0.001%是我们这里，他们都不知道。你找到一本圣经，我请你吃。哎，小云啊，10个龙虾也行了哦，翻10天，找弟兄帮忙。你知道什么地方吗？9.98块，他新重新开始的那个啊、那个新城叫开心啊那边呢，叫新城。Supermarket 啊，旁边啊。 OK， 以上都必须准确。美国不是有宪法保证宗教自由吗？那是旧约的东西。 OK， 伸染众多偏满传递是旧约的东西，旧约的东西现在不能守的。你看啊，
如果你要造旧约，你要造旧约，你看看这个杀死不听话的孩子，旧约是要杀掉的。你在美国能不能杀死每个孩子？你不会，你也不能。还有礼拜，我们一年一次宰小羊，切成一块块烧在祭坛。还有这个最精彩，这里礼拜天做工都要死啊，就有了。我特别这有经文在这里，记得礼拜六做工的都要死。你以为美国有多少人要死啊？上帝说礼拜六做工的人都要死啊，圣经记载白纸黑字，杀死骂父母的人都要死。接着呢，深染众多，遍满全地，所有基督教会忠心信主的人，最后一句了，旧约的人，旧约的东西你现在不能守，你怎么能够杀死你的孩子呢？你可以吗？你杀不掉，政府也不允许，礼拜六做工的都要杀掉，政府许可你吗？你也做不到，旧约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做的，连以色列那里也不能做。所以你要深染众多，要再考虑一下。我们做一个接受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，启发我们圣洁真理实在的奇妙。因为我们现在不能守旧约，我只能守新约。敬畏力量，照着你赐给我们的福气，遵守你的真理。在我们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忠心信靠你。我们在你里面，我们必定得到永生。求天父怜悯世界上的人，叫他们有这种机会明白圣经的真理，遵循你的道，这才算是信耶稣。求主继续的保守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谢谢，好好的活啊。